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小猪佩奇，午餐。猪爸爸和猪妈妈带佩奇和乔治去爷爷奶奶家吃午餐。你好，奶奶。你好，奶奶。你们好，我的小宝贝儿。你们想从花园里摘些蔬菜来当午餐吗？当然好啊。你好，爷爷。你好，爷爷。你们好啊，佩奇和乔治。这是猪爷爷的蔬菜花园，里面的菜全都是他自己种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恐龙。哦，这是头恐龙啊。我们快点摘一些蔬菜去做午餐吧。佩奇，你喜欢吃番茄吗？我很喜欢，爷爷。乔治，那你喜欢吃番茄吗？讨厌。乔治他最讨厌吃番茄了。好吧。那你们喜欢吃生菜吗？我很喜欢，爷爷。讨厌。乔治他也不喜欢吃生菜。哦，天哪，我的花园里一定有乔治喜欢吃的。你喜欢吃黄瓜吗？难吃。乔治不喜欢吃黄瓜，不喜欢吃生菜，也不喜欢吃番茄。那好吧，乔治，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蔬菜。巧克力蛋糕。乔治，你弄错了，巧克力蛋糕可不是蔬菜哦。如果我把蔬菜做成可口的色拉，那也许乔治就喜欢吃了。